贱哦、喔！弄这么好杀的给人家，害人家杀不下来。射后不理，
下来。怎么哪里？刚才那一场，当你在前面的时候，你的球要避开让人家会拦到的。刚才好几球，前排没有过，所以他就拦下来了。你要注意，你的球如果说当落到的地方，好几球你太慢了，所以女生在前面，所以一直这样。这种为什么会这样？就是你出手，他球过来，你出手太慢，所以他会，你想办法要。你如果在很快的时间出手，就没有这个问题。你出手的慢一点，所以说你想要避开前面，又太慢，避不开的时候，能球高球，要避免这样，就是少一点。少一点启动在上面，对对，当你快他就拦不到你，就是你启动慢，球已经下来，你再打，打这边又不敢，你又没有跳到后场，你想打到你的打到中场的时候，就球速就快慢，就你要有准备就帮你拦一下。认真一点，我还叫人家学你的前排就出钱。
好软啊、哦。